感觉好像昨天刚进入职棒，今天就要讲这个话。然后三坏这一球打成了中间方向，扑出去，结果没有扑到。季俊麟这个球没有扑到之后，球一直在全打墙下滚。石志伟现在通过了三垒，获得了受益，要冲本垒，球回传，石志伟冲了回来。如果没有给失误的话，这就是场内的全垒打。记录上现在给的是 H， 没有给 Arrow。然后在球场上就是像拼命闪人一样。就把你的机会，这一棒把球打成了在中外野，哎，这一圈球进了第一红，前两成九的打击率，这一球扫得蛮近。十一年啊，就真的很谢谢，就是队友，不管是同辈，还有学弟啊，就觉得有点舍不得，但是还是也谢谢你们这一段十一年陪着我。然后陪着这个球队一路成长。那我在这边把你剩下打没有打完的安打，我会帮你全部都打完。然后到我退休的那一年，我们两个就一人就一千安了，所以谢谢你这十几年的照顾。那我还是祝福你在不同的阶段能够有很好的发展，祝福你在未来不同的道路上可以发挥你小头的这个风格。永远是我们的队友，然后希望你在别的领域里面能够有更好的发展。高兴跟你一起打球这么多年，很谢谢你。在一起就是觉得很快乐这样子。